阮规个不求功利生，甲阮做伙死，来拜。从今以后，这就是咱的骨头。年纪大，代志唔好大条啊！什么代志？发到这大声？伫个通大溪遐有一位老大，伊带着30几个石头啊，伫个六月二十迄天啊，想要做一张大条安尼。什么？有这款代志？伊这么厉害，阁会使闹这多人？对啊，而且大溪遐的人啊，全部为着伊哦，甲食饭的家私全部传出来的。这四张？是啊，上届考下的是啊，伊的护卫队啊，全部拢两米外，拢比我高较悬。有百外个哦。那有可能？那有这么姚明？我唔知啊。哦，无怪，伊吼甲你讲到安尼，足歹个呢。无啦，这是我拄则走过来的时阵，家己跋倒的。切！好啦好啦，不要紧啦。伊哦这么厉害，阮哦直接去大溪催伊。水啊！你讲好唔好？没有。梁记，大爱在这，我给你扣。顺你命哦。嘿啦，梁记啦，行啦，行啦。哎，大爱，两个那边啊。我先去看下，来，加加加，来。明天的啊，拜托你啦，你这尼啊不靠谱吼，还佫想要做老大哦。要过吼，听讲台客这位花水会简单的阿尼去啊，伊的大本营吼，就伫个台客普济堂内底。身为台湾民俗文化最后一道防线的宝岛神很大，主人爱来看嘛这位占庙为王的阿尼基是什么款的人物呢？请问一下，你敢是主意？是啊，是吼，是。哎，歹势主意，干啥请恁老大出来者？哦，你讲是阮普济堂的关圣帝君啊？关圣帝君，你讲是关圣帝君？圣帝公主啊，伊农历六月二十是伊的生日。哦，所以六月二十是要做一张大张的，就是要替伊庆祝哦。圣帝公的生日是每年农历的六月二十啊。嘿，阮大客厅有30几个石头。不过我有听过什么顶头、石头，我是第一摆听到的，你有听过吗？唔知诶，啥物石头？哦，阮的石头是由各行各业去做入的，甲一般咱外口的做入的顶头无同款。哦，因为我知影讲啊，有诶虾是啥物啥物虾，所以讲虾头就是虾团啊，结合野丁。其实我感觉各行各业啊，因为他们各自有那个术业有专攻嘛，还亲力亲为，还组一个阵头，就是义工的虾头，这样子来为人民服务，哇，多才多艺。对啊，而且听起来感觉好热闹，好想赶快看哦。重点是人的心呐。每年的这个灯会啊，在咱桃园市来举办的，那这个灯会这个活动呢，我们的活动，希望咱的这个。庆典呢，当啊融入这个参加这个这宴会这个活动。哦，那是照你安尼讲起来，顺利的话，这活动就愈办愈大。系啊，希望会当安尼。一定的啦。是啊，一定的。注意，你讲的石头啊，的老大就是这尊对不？关圣帝君。关圣帝君，我都号召着咱，影响着咱大家人，咱的这个定民，咱的百姓，咱的信众。所以有这个。各行各业的生意人来组成的这个人头呢，所以在六月二十圣帝公生日的时阵出来一只庆祝，来绕境。那这阵呢，青党的，青党是咱蒋经国先生就任总统的时候，以来来阮这庙会拜拜。哦，拜拜的时阵，伊才知影讲哦，这间庙好这东西叫圣帝公庙。提起讲，伊办公室闹一尊，因妈妈较早伫台中请过来去拜拜的这个圣帝公，伊传咧从这尊圣帝公咧来送给阮庙的，来给阮带去，哦，咱全国的这个信众来遮拜拜。注意啊，我知影老大是关圣帝君啊，啊，听讲伊的护卫队200外公分，比我高较悬的。我拄则知影讲，应该就是恁遮的信众对无？这尊。英雄应该就是冠平将军对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你是冠平将军哦。其实啊，我看过他遐侪英雄啊。其实这阵我看伊的面安尼形体啊，其实做得很拟真，很。
像人一样吼，那个头的大小，因为进行跨过啊，拢是头比你较大，对。而且他个脸呐，刚才我一看跨过的是大空锥的，对不？啊，他感觉就有点像人。对啊，标准的栩栩如生，你喜欢好不好？你不知啦。哦，我一对将军啊，枪枪甲关键，不是咱台客第一尊。在上京的声音内，在虔诚的香烟中，所有的信众拢以上界虔诚的心，恭祝关圣帝君圣诞千秋，嘛拢在心中祈求明仔开始的这场闹热，能够顺利进行。恭祝中义神武灵佑，人勇为献关圣帝君，圣寿无疆，圣寿圣圣寿，祈愿国运昌隆。真有可能吼，是关圣帝君啊感应到信徒的愿望啦，正日这一天竟然奇迹似的，予咱看到日头了。所有大客社头吼，拢来到普济堂向关圣帝君祝寿。现场闹热的程度啊，真正是大师总动员啊啦！银州，我们在参加祝寿大典的时候，我看的红火不是最大最大的吗？太大了，因为今天刚是红台天嘛。不过你看现场啊，还是足侪足侪人诶，大家啊拢想要来帮关圣帝君祝寿呢。是啊，那是无要讲的话啊，即马咧看根本就看袂出来红台天诶。是啊，对啊，大家全部拢总动员啊，米提啊，你看你后边楼主的叫呢，你看楼主派物件呢，为虾米伊派物件后边楼主的叫呢？你看楼主派物件呢，为虾米伊派物件？是咱关圣帝君的官印。关圣帝君随着我们大溪的一个社团哦，在后面就是一样的一个道具。是，我们老师哪些有排名家吗？排名姓纪，姓纪哦，圣旨。还有圣旨哦。有啊有啊。所以讲姓纪关公出来，对，关圣帝君嘛出来，对，帝君真的是整趟拢跟着。真的哎，很牛啊，下头跟新中都出来呢。来开始拍台湾哦，诶，既然他跟这个新北市的老酒，他跟同仁来接管，这是三大。神将重力，哦，那边看形象，伊就爱来遮。大体来讲，吼，因为伊是信奉这个关圣帝君为中心，所以当地社头即个群众团体咧，加三国演义为主的官兵酒庄。哦，哎，无关的，我昨暗时啊，我有请到关宏，伊嘛是三国演义的对吧？对对对，关宏伊在这高处的形象。我甲关圣帝君脱离不了关系啊。对对对，这是上大的特色之一。然后呢，吕江老师，你来遮干特别研究的新疆文化的特色吗？因为大家伊出产足侪行业的吼，所以讲引木材吼，都成立一个夹头。夹头这个名称是大家独有专用的一个四神团体的名称。哦，那么借由这个新名为名称的这个夹头咧，来凝聚这个共识，哦，啊来一个新名服务。所以咱现在在看到足侪夹头，伊拢会用啊出钱出单，啊甲伊来新疆的吼。帝君的圣诞千秋日啊，唔啊，敢那是每一年大客地区的大代志，更加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啊！各位先生大德，唔通当作半仙的吼，我是伫替大客唱高调啦，唔相信哦？哦，啊不然请看。弟，你怎会来啊？弟弟，弟弟惊到我啦！伊叔公哦，我在抬轿子，你怎么会挡在我面前？小朋友出来行。哎，社长，你说一代接一代，老中青蛙也当尴尬，啊，这也太小了吧？几岁啊？六岁。六岁都在抬轿子啊？六岁。哎，我拄则有看到弟弟有打那七千波呢。哎呀呀！哇，按得出来啊，把太子爷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来。可是你看他们厉害，他们才平均可能5岁6岁，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在学怎么样抬轿子，而不是说只是为了抬，然后就这样走路而已。这阵小朋友的七七步吼，打了真正是有水啦吼！
也毋过伫另外一边嘛，拄好咧打卡步的是大溪上介早成立的职业属性社团协议社，因是用目斗来作为因的 logo。是讲吼，唔知影这目斗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之前啊，拢是成立一个这款的，就目斗这款，我头一届看到的。啊，这哦，目斗就是代表好情绅士，因为伊做茶的时阵，一间茶店啊，伊用这个目斗，迄粒茶，我甲看到，怎爱做，安尼开始，所以讲做目界决定爱用目斗。正讲是目界代表，啊也是至高无上的，所以更加叫金冠内来参拜。对对对，先走。对对，你这样伊是要创啥？因为哦，这个葫芦这个迄条线，就是伊较早迄个顺风出尽的线，出尽的线在地。啊，伊目道的时阵，这个葫芦，伊就是动的一条头，动一条。等于是他的另外一个把它压住，然后线才会直这样。哎，对哦，对哦，对哦。这两个一定爱做位就丢啊。丢丢丢。大哥，我今摆来看，因为伊很瘦很瘦，我之前啊看过日式神教新风牙，嘛是这款红心诶，赛尔布杰吗？可以赛啊，我刚刚也赛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买赛哦。女生也可以。有一条。我提喉咙。好，我呢，我更叫你提喉咙。好，你大哥。这个我下面没加吗？墨斗嘛，所以我们现在拉线就是要一直线。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就是依照它的直线去做直线的做工。是，我今嘛跟着我是被墨斗拉着走，我每次都笑。嘿笑，最近啊，东西更新变卡侪，我根本一般无到呀。这步道真的是重量级呢，我们把黑手四肢喊起来，大家跪下就撸来撸去啊！黑手，黑手。感谢帝君，在这一摆大客的闹热当中，让阮看到饮水思源的中，在每一个社头的队伍内底，看到唔惊风雨、完成了境的义。毕竟“忠义”这两字，就是关圣帝君。教育如下弟子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。